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傅彦堂哦。哎，我是刘一恒，我们是中部地区物件数最多的频道。对，当然我们的物件 CP 值也最高，记得看我们的影片要订阅哦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架物件。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潭子区合作街，不是丰原的合作街哦，是潭子的合作街。再次的声明，这边强调，这边离74号很近啊。啊，当然，所以离 Costco 也蛮近的，而且离慈济医院也蛮近的。对，好，那这边有一个台铁高架桥，对，底下有一个绿园道，绿园道。那如果你有多余很多的车的话，可以停那边有月租型的，月租2000。对，那还有我要拜托各位，如果你看了我的影片的话，请直接找我，因为我们拍摄的每一部影片都是非常辛苦的，不是流汗呢，不然就是冷的要死，真的。那我们现在今天来看的这个是不是平房哦？它可是有登记到二楼的透天，它也有三楼啦。三楼没有保存登记，它是有一个做一个铁皮屋顶。对，那它有做铁皮屋顶的话，有很大的好处就是你里面可以再增加建物，对不对？这间的地坪有多大？这间的地坪是33坪。33.3坪，30, 那它的建物坪数的话，28坪，没有，哎，对，大约28坪，等于一层楼是合法的有14坪，对，一层楼合法的有14坪，对，好，那如果是以14坪，它感觉好像没有很大，那是因为它地坪大，对，那所以呢，这里旁边有一个空地啦，其实这个空地应该不是它的，那旁边这个空地是属于这个道路的同一个所有权人，然后它是属于私人地，可是呢，它目前已经被当成合作街使用了，已经就是铺了这个柏油，所以这个旁边这个空地因为也太小，它应该不太能盖了啦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以后旁边会有人在你旁边盖房子，然后那可不可以停车呢？目前都是给大家自由停车啦，你可不可以占位呢？基本上因为这个不是自己的土地啦，所以别人也是占位。如果有地主来说，哎，这个是他的土地，不能停，那我们就真的不能停，因为毕竟是人家的土地。那我们要怎么停？我们可以停这里。这边里面我们有一个本来有一个前院，这一个前院还有这个围墙其实都可以打掉，侧边的围墙打掉，至少可以停几台，可以前后停。对，这个深度很深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大概有11米，11米深，你这个围墙打掉，在这个侧边这边就可以停两台车，其实要停两台车也是可以，只是前面这边比较窄，但是围墙打掉就比较没差。老公，我觉得这应该叫做宽度，11米大面宽。11米大面宽。那深的话是这边。对，这个也可以拆掉。来，老公，你走一下。好。这边可以停摩托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概8米，大概8米面宽，8米的深度了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有风水学的需要的话，想要开这边的门也没有关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窗户，对，我们直接把它当门也可以。好，那所以说，两边都可以当你的大门。然后这一个我建议拆掉，因为拆掉之后你的采光会更加好，对，采光会比较好。这个也拆掉，里面的采光才会好。然后路况真的是非常糟糕啦，就是要大整理啦。就是要整理，因为它毕竟已经有年纪，而且没有48年的，没有人住。对，它有48年的。对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客厅。客厅很大。客厅很大。客厅可能有七平吧，七八平这样子。OK， 这个如果拆掉采光会很好，外面的那个。你等一下进来看这一间，就知道说它以前是厨房跟厕所了。对，这边可以做厨房跟厕所。只是要真的要大整理。厕所在这里。对，所以这里呢，你可以当厨房，然后厕所就在这边。对，那这个可以放冰箱。对，是的，没有错。所以那边为什么说可以停车？对啊，就可以拆掉。它本来外面这里
外面这边哈，它是做厨房，它本来把厨房移到外面来，那其实哦，这个都可以拆掉，因为里面本身就是原来就是厨房，哦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后，还有一个侧院，哦，这边还有一个侧院，哦，小小的侧院，哦，还有一个侧门，哦，应该说是后门，哦，然后旁边就是大水沟，旁边是大水沟，大水沟对面，哦，就是那个土地公庙。好，那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哎，老公，如果我们把门开这边的话，算是朝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这边朝这边的话是朝什么？朝南，朝南，这边朝南。如果看你要朝南还是朝东哈，对啊，其实都可以的。对，没有错。啊，其实哈，如果你的车子要停在侧边这里，前面这里哈，停两台车，那你的门可能要朝这里了。不是，门要朝这里。现在的门有哪一种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往外推，用拉的啦，用拉的。往里面，或者是用拉的。是不是，你这个边哈，因为距离没有很大，所以你其实基本上这边进出，如果你要停车进出已经不方便了。嗯，建议是从这里进出会比较好。OK。从这里进出啊，就不用被车子挡住。好啦，我们刚刚看到这边有厕所跟那个什么可以当厨房，厨房对，厨房就会变得比较大了。那我们现在上二楼。哦。这一间地坪33坪哦，它其实就是土地的价值啊，因为这边，潭子这边哦，建地一坪就是50-60万起跳。这边还有一个开窗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有一个阳台。阳台，老公，我们去拍一下。哦，这边有一个阳台，它这边以前应该是厕所了。对。哦，它是厕所。旧式的厕所，我家50-60年的老屋了，厕所是坐在阳台。外我的阳台上面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吧，我们进来看第一间房间。虽然看起来是暗房，但是呢，它对内窗有走道，这边还有一个窗户可以借光。嗯，对。所以你那边呢，窗户换掉可以换成什么？换成那个铝门窗。嗯。好 ，OK 吗？好。好，这一间大概坪数是大约是3坪多。3坪、4坪左右。对。3-4坪。对。还蛮大的。好，那第二个房间。第二个房间，走道间也有窗户，上下都有。因为这个几乎是主动的。好，边间了，它算边间。它这个是已经封死了，你以后可以把它拆掉。那我想看一下，它也是一个阳台。一个阳台。嗯，也是一个阳台。这个阳台深度到那边去？就是一直到那个角落那里。对，哦，等于环半圈了。这个好像还没有看到神明厅哈，哦。啊？什么？神明厅哦，你本来就没有神明厅了，就二楼只有两个房间了。来看一下这边，已经封起来了。它也封起来了。对，对对，好 ，OK。我们去3楼。所以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阳台走道是 L。嗯 ，L 的。你有办法上去？我没办法。那我上去。我上去3楼，这个楼梯可能还要再改过，这楼梯比较不好走，要再改过。好，这是3楼的空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3楼，如果房间数不够哦，3楼这边就要再改房间了。啊，还好3楼面积还蛮大的，3楼面积还蛮大的，哎，老公，改个2-3个。这条河好多鱼哦，好干净哦。这是3楼，哦，空间大概一层楼大概14坪，所以哈，老公小心哦，可以改个3个房间哈，是 OK 的。老公小心哦，我可是不想当寡妇嘿。你来看这边好多鱼哦，你照一下。对啊，看得到很多鱼。有没有？有很多无骨鱼。太多了。好，对面就是土地公庙。好。嗯，那个是我们公司的土地公庙。对，这要封起来，到时候可以自己打开。来，换最后一间房间，我们还没有看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。没有，刚刚有过去了。这边有大约4坪。对啊，我们刚刚不是从那边过来了。我知道啦。我记得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去。好好好。
这个更大了，那个大概五六平多，五六平的，我觉得有五平以上。好哦，这个至少。那楼上还可以盖神明厅吗？可以隔吗？可以可以，可以隔神明。因为它已经有现有的屋顶了，所以你不用怕被举报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建议啊。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那个上面，因为空照图拍下来就是本来就是有屋檐的。那当然，壁癌哈是非常严重的，自己要处理。对，可以请那个屋主是买地送屋啊，所以你房子是没有保固、没有保修，就是现况交屋就对了。对，目前有很多的渗漏水问题，要自己处理。OK， 那当然了，线路你可能全部都要自己换过了。安全起见的话，不放心的话就要换过了。要自己换啊，毕竟快五。你按哪一颗的？全部换。啊 ，OK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出来，来钥匙给我。周遭环境，我们去走一下。哦，我们要走到那个复兴路去。那这边前面合作街直走就是中山路，我们大家知道哈，中山路哈就在这个铁道的旁边而已啊。然后往右边直走，好，就是潭子火车站。那往左边就是往那个松竹商圈的，头家厝火车站，会先到头家厝火车站，然后才会到松竹商圈。哦，这是旁边的空地。啊，这个如果拆掉，整个拆掉哈，你里面哈停两台车是可以，而且我是建议把它拆掉，会很明亮。对，会比较明亮。然后这边大门改到这边，因为哈、大门改到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明厅？明厅。对，明室。明厅日月明。明厅呢，代表着一家子的富贵。好，我们走到中山路。好，老公，你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包包吗？支持手工编织，独一无二。我们的包包越换越大，东西越放越多。好。你真的是白木哎、欸，你要白木多久才会长大？老公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的脚，为什么一直在考验我的耐心呢？走吧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什么东西费用一人一千？啊，参香啊，参香活动哦。对对，没兴趣。不是没兴趣，是没有时间。我们要感谢这个合作池的福德正神和福德夫人，一直保佑我们，就是能够平安无事、顺顺利利、关关难过关关过。你怎么好就是这样白目了？每次都喜欢像上次那个我们拍我们的东山路什么挖坟墓，明明就是迁移，你就说挖坟墓。但不知道你的头壳在想什么啊！来，我刚刚说的那个停车场哦，就是这里。那刚刚我老公说要停一个停这里的话，要走一段路，就是看前面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个黄色的那个栅栏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那个停车栏，有没有看到了吗？我亲朋好友有来拜访哦，要停车就要停到这边来。对，可以这样子做。一小时三十。对，你可以这么做，停到这边来，再去找你们。1:15。然后等你车子开到那个什么快要到的时候，不要太接近哦，他会算两次费用。请不要太接近收费的那个什么栅栏，离他至少50公尺。没有那么夸张了。上次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、没有那么夸张，50公尺，10公尺差不多啦。好啦，好，这边就是那个绿园道哦，可以骑脚踏车，可以运动，可以运动，骑脚踏车，休闲活动都蛮近的。然后我们来到，是中山路，这一条是中山路，哇塞，变别家在卖了、破饭团。好，跟各位介绍一下美食。左边看到了吗？正宗湖南菜。它里面有姜母鸭、啤酒鸭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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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你们要来之前 ，Google 一下，看它今天有没有营业。好，这边是以前倒掉的盛华。它里面最好吃的小菜是什么？皮蛋。
是不是？那个太咸了。哦，不要讲，你讲。好，你讲，你讲。你讲。你就问我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太咸了。嗯，尊重老公，太咸了，不要吃，不要光顾了。然后呢，他也有啤酒锅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过。嗯，好啦。还有什么东西好吃呢？可是你们进去看，就是姜母鸭，只要是不要太咸的，我们几乎都是吃姜母鸭。对啊，只要是不要太咸的东西，对身体不好。我们去回到那个不行。啊，对了，等一下，对面是那个什么？盛华。盛华的那个倒掉了。盛华。对，他哪有倒掉？他倒了。真的倒了。这倒了。他子加工区没有啦，盛华科技倒了。他子加工区也有盛华哎。我妹以前在那边上班哎。是啊，就倒了。全部都倒了，听说是倒了。哇塞，那很大厂哎。对啊，现在以后是那个素莲，素莲会来这边设厂。素莲，那那边那个这个是加茂会馆，加茂会馆全新的，那个不得了，1600到2000了。那个两房就多少了？2000？没有啦，两房1200啦。两房1200也很贵，三房嘞？三房大概是1600到2000，看坪数大小。那我们这一间呢是买地送屋，就是土地，有你的土地卖土地，你要花一些钱来整理。33坪1880，你可以拆除重建，对，看你要不要拆除重建。对啊，好咯，大概是这样子，还要走到哪里吗？几分钟了？复兴路啊。几分钟了？16，那我们走到复兴路去。复兴路，这边都是私人的停车场，这边的话是就是私人的。啊，那边那个高架桥是74号。这里呢有一个私人的停车场。因为好，为什么是私人停车场？因为以后这边是计划道路。以后这边是计划道路，所以以后这边也会再另外再开一条路，会越来越热闹。所以以后都是计划道路，然后这边有人有装天然瓦斯，所以有需要天然瓦斯哈，那个马路底下都有瓦斯的管线，你只要拉过去就好，要自己去跟天然瓦斯公司申请，申请然后拉过去走民管。对，如果你重盖的话，就可以不需要走民管了。这是它这整个的外观哈。对，那你也不用担心旁边这个土私人土地会盖，因为它这个已经是路了，它基本上是不会盖，就只是空地这样子。它停这样其实可以被举告。啊，它没有红线，除非你去申请红线。那因为合作街的这条路不够大啊，所以以后会有计划道路啊，但是我们不会，我们的土地没有，不会被划到计划道路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前面这一条呢，就是那个复兴路。对，往右边走就是可以到74号道路。啊，往左边走就是往那个潭子火车站。对，你会先碰到的是那个观音庙潭水亭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早市市场。这边，观音庙潭水亭在这边。那这边就是往74号。然后呢，还有我要介绍这一家叫草原斋素食店，好吃。啊，对。会咸吗？会咸吗？会不会咸？你应该看看你的表情。当然了，我一定要。好酸哦。当然啊，一定要酸啊。好吃，它的面条。好。啊，前面就是74号了。那74号再过去就是 Costco， 所以这边离 Costco 大概5分钟，5分钟就可以到 Costco， 好，看得到哈，已经很近了。对，好，到这边我们来接鱼吧。好，就希望这间有切合你的需求，不是说它特别便宜，但是它有它的独特性。至少那个土地是你的。刚刚你讲的不错，37地坪的，37.5嘛。33坪多了。哦，33坪多，对不对？啊。你知道这边速地没有，上面没有建物，一坪要多少钱？就5-60。对。就5-60。50左右啦。对啊。
然后再加上房子你可以整修，你不一定要重建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去看，其实屋况都还不错，只是说它的旁边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围墙那个地方上面那个围墙已经不行了，那个真的就是要拆了。掉了对啊，这一次地震蛮大的，那一间房子呢？它有一些钢筋裸露的部分哈，但是那个钢筋裸露的部分是阳台而已，对啊，是阳台，那其他部分是没有。那阳台是因为。就是它是因为是凸出来的部分，所以容易浸润那个雨水，所以它的水泥比较容易掉。好了，我说真的，我们这间是边间脚底。它呢，你可以选择请人家来帮你做防水，或者呢是包铁皮。对。那钢筋裸露的部分也是可以处理的。阳台的部分是可以处理，它只要本体哦没有。没有本体的结构没有损害就没有对，家没有关系没有错。好，好，如果你们有缺师傅功能的话，有那哦，可以来询问我，我给你们电话，让你们去比较。好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好 ，slogan 给你吧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然后如果有喜欢，赶快跟我们联络；如果不喜欢，没关系。我们的影片里面哦，拍摄了非常多的物件呢，好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好，那如果真的里面都不喜欢，1000多件真的不喜欢，你可能比较挑，没关系啦，就还是要继续订阅哦，因为我每天都会上架新的物件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然后我们的物件最多，你不用出门，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、房地产、土地、房子，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，不怕你买错，也不怕你买后悔。那我们所有的物件拍摄好，都是一镜到底，一刀未剪，没有剪辑，没有广角，没有美化。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、滑平板，看 N9TV 的 YouTube 频道，就可以很清楚明了知道这一间房子是不是你要的。好，那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是的。我很想找那个，我很想找那个。你要先找好，都拍摄之前，你拍摄当下要找，当然找不到。好啊好，以后我会记得你的教训的。好，然后就先这样子喽，拜拜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拜拜。拜拜。